弧线多一点，对，直打直线。哎，好球！然后三米线离开的时候，我们这种结合是更要紧，因为二推二传球。变换了一个线，打了一个接球。这球还好是打的，那可能还真的是有点怪。我都跟着使劲往回拉，说明咱俩还是比较兴奋的。漂亮！这个球飞的质量很高啊，这样呢是在起点当中直接抓了一个非常高效的反击，打了三十多米。高，你还打短球，这不是就往人家副攻手里撞吗？